甘比亚总统贾瓦拉抗议，并明天上午9:15搭机离华返国。贾瓦拉总统抗议今天晚上在行前特别在圆山饭店设宴答谢我政府首长。严副总统抗议，蒋院长夫妇以及我国政府的文武百官和各国驻华使节100多人应邀参加了这个盛大的宴会。今天晚上的宴席全部用的是中国菜。贾瓦拉总统曾经在席间致辞，对他在我国访问期间所受到的热烈款待表示感谢。他并且赞扬中华民国农工队的人员在甘比亚的成就。贾瓦拉总统曾经举杯恭祝蒋总统抗疫共工康泰，中华民国人民幸福繁荣，中甘友谊长存。严副总统也在答宴席上致答辞，并且举杯祝中甘友谊万岁。甘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今天下午3:30由行政院新闻局长钱赴陪同举行了离华前的记者会，发表了他的访华观感。贾瓦拉总统说，总统今天下午4:30在圆山行馆接见了已故的我国驻甘比亚农耕队队长立达的太太，并且归赠给立副队长甘比亚文官勋章一座，由立达的太太接受。贾瓦拉总统还赠给立太太一包甘比亚的农产品。贾瓦拉总统在赠勋的时候说，他对立副队长生前在甘比亚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甘比亚政府和人民对立国队长在甘比亚为工作而牺牲都感到惋惜和怀念。在场观礼的有立达的父母亲和子女，以及经济部长孙运璇、外交部次长杨锡坤。贾瓦拉总统抗议今天上午9:00由外交部次长陈雄飞和台湾大学校长严正新陪同，在台大农业陈列馆参观了我国农业发展的资料。贾瓦拉总统抗议在台大农业陈列馆很详细地参观了我国农渔牧各业发展的记录，
这位非洲友邦的元首，尤其对我国农业改革的各项成效，获致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加瓦拉总统伉俪又驱车前往板桥的远东纺织公司参观。加瓦拉总统夫妇对于远东纺织公司的技术水准、经营方式和管理的方法都有很好的印象。今天，加瓦拉总统夫妇参观了远东纺织厂的纺纱工厂、织布工厂和印染工厂等。